欢迎来到这集机场屋，我是奇玉。介绍过这么多的建案，看过这么多的房子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通勤工作还有自在生活平衡点的重要性。因为家不应该只是一个居住空间，应该是心之所向而温暖的居所。今天带大家来到的呢，是台中十二期重划区的泰裕天主二。除了有众多商圈的加持之下呢，更是大约6分钟的车程就可以串联七期市政中心。旁边紧邻的是未来发展无限的水南经贸园区。在74号快速道路的加持之下，未来12分钟就可以抵达中科台机场。所以不论是商业还是科技动能，都近在咫尺。在接近生活样貌的周边机能上呢，泰裕天主二也全数掌握。它的基地位置就在青海与黎明路的黄金双轴线上，而且周边有时尚百货，包括了大圆百、星光三月等等哦。并且休假的时候，全家人可以一起散步到楼下占地8000坪的西大墩公园，享受大自然的芬多精。上学也完全不用担心哦，明星学区包括了西屯国小、至善国中，只要走路步行就可以轻松上下学。丰富而且优质的区域优势，再次展现了泰裕天主二动静皆宜的样貌。看完周边的环境，接下来我们来到泰裕天主二接待中心。它的基地呢，位在于台中市西屯区青海路与黎明路口，规划地上19层，地下4层，外观采用呢简约素雅的设计，搭配菱格纹的金属网以及18户的宜居大树阳台，共同呈现出时尚而且富有绿意的建筑样貌。泰兴集团当中的泰裕建设是机电消防起家，有35年的深厚经验，业绩遍布全台，像是故宫南院、台中市政府、高雄流行医院中心等等国家级的建设，都是属于泰兴集团的业绩。作为台湾的机电消防龙头，泰裕建设将看得见的理所当然，看不见的格外用心作为核心精神，和全世界最好的消防水系统 Victoli 合作，将故宫等级的防护技术引进社区，打造耐震8级消防管道系统。另外呢，泰裕天主二不惜成本，采用领先业界的降板式同层排水工法，让住户不会受到排水时的噪音干扰，未来也能方便检修，还有减少漏水的状况，更棒的是减少邻里纠纷。并且还搭配了像是 NASA、Apple、Google、台湾最贵豪宅陶朱影园所指定使用的英国 Starter 排水器系统和镇压调节器，确保管道的气压平衡，达到杜绝病毒，大大提升社区的居住品质。另外呢，泰裕天主二还有许多细心细致的设计，像是呢使用德国 BWT 净饮水，还有紫外线杀菌系统，确保社区用水纯净，洗涤喝水都是一种养生。社区大门以及电梯采用人脸辨识系统，搭配世界第一的百年品牌耶鲁锁，让您不用带钥匙卡片，只需要刷脸还有指纹，就能够畅行社区，达到便利以及安全的高规格体验。泰裕天主二室内空间才2到3房的设计，坪数呢落在25到40坪左右。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一间呢是40.27坪3房的格局。一进门入口处呢，有着大面的玄关，能有效落尘，也提供宽敞的收纳空间。餐厅可以摆放像这样的6人桌，结合电器柜的设计，有完整收纳陈列的空间。客厅高雅的配色以及整面的电视墙的设计延伸到了餐厅，加上大面的日本 YKK 落地窗，连接景观阳台，让整个公领域的空间都非常的开阔明亮。厨房方面采半开放式的设计，除了能够增添整体的空间感，也能让料理的动线直觉顺畅。
还有呢，采用的是德国的 pronoun 厨具、林内抽油烟机、德国 Bosch 烤箱和洗碗机、意大利 Green Gas IH 炉等等顶级的设备哦，让料理用餐都是一大享受。接下来看到的是主卧室，主卧室采低台度开窗，让视野光线都非常的充足。外加呢，所有女生们最在乎的超大面衣柜，可见泰玉天柱二以住户的需求为己任，携手全球的顶尖品牌，严选德、意、日、美豪宅级的建材精品，享受最奢华，礼遇最高级。听完了泰玉天柱二这么多的介绍，是不是非常心动呢？我们赶快请专案来帮我们讲解一下热销关键。专案你好。泰玉天柱二呢，落座于啊青海路与黎明路两大的黄金双轴线上哦，而它的基地呢也在台中两大核心从化区之间。我们距离呢七期从化区只要6分钟的一个距离，而我们到水南呢也只要8分钟的一个车程哦。然后我们衔接到七四呢，只要2分钟就可以到了。下楼啊，散步呢，只要2分钟啊，就可以到我们8000多坪的一个西大墩的公园。所以啊，我们这边有将近一半以上的客户哦，是我们的一个中科或者台积电的一个客户。那当然呢、啊，自营商、中小企业主、医生、教师这样子的族群呢，也是我们泰玉天柱二的主要客户。泰玉天柱二坐落于逢甲水南七期的正核心。坚实和细节让每一位住户住起来便利、舒适又安心，推荐给您。